他该不要拉 up 吧？ Race to the spike sites. 阿庆是不是觉得演习没有几颗飞弹掉下来就是没有帮助，没有临场感？也不是啦，是我觉得随遇而安吧。 哎，我比较悲观啦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觉得差距太大了，而且现在应该也不会打这种，他要的是台湾的地啊，怎么可能会打过来？要也是搞经济封锁啊，对不对？政治打压啊，一直都在做这种事情，他要的只是地而已，他的。 One enemy remaining. Spike down A. Spike A. Yeah, 也有可能，对啊，我觉得不太可能会打，就是丢飞弹，所以我才说飞弹的这个演习，我觉得有点。 当然也不是不好啦，就是他不是要这块地吗？这不是什么战略什么地什么的，国中的时候学的。那他打过来，他早就打了，随便轰就没了。他投不掉了。哑巴。对啊，随便一颗两颗弹就解决了。他们不要地吗？我怎么之前国中学的是他们要地？ Thanks. 没有要地吗？地理位置啊，对啊，他们不是要这块吗 ？They should give up now. 哦，他们不要地是不是？那为什么以前国中学的说什么？我们被我难道我们跟那个一样吗？巨人一样，我们的历史是被洗过的。 所以我们才是坏人。怎么会这样？哎，对啊，这些东西都是人编的，谁知道正确的历史是长怎样啊？我也其实也蛮值得思考的，老实说。干。 排位打什么符？打舒服。哈哈哈哈哈！救救救救救救！30 seconds. Defenders win. 我是始祖巨人，我应该是始祖矮人。喂，杰克，我去吃个饭，那发发来吧，他好像好了。好了，拜拜。等下卖男孩的火柴。好，传给我信号，我等下看。等下看，等下看。是，我觉得这件事，其实我一直很对政治冷感，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一直觉得这样会被讨厌吗？不干我的事，应该会被一些政治厨讨厌吧？不干我的事啊。我就觉得好痛苦，人生好痛苦，我还要。